观众在关心到，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在美东17号晚间，他的华府侨园呢来了一位重量级贵宾，就是 AIT 的主席罗森伯格。我们来看一下现场最新。最重要的，包括我们今天晚上大力促成。可以看到呢，罗森伯格就坐在侯友宜的右手边。那么其实呢，在一开始进场的时候，两人是同时进场的，而且呢，其实互动呢也算是相当的热络。而两人其实陆续在台上致辞，都提到了会持续的深化台美关系。来听一下他们两人稍早说法。The United States has long been committed to enabling Taiwan to maintain a sufficient self-defense capacity, and let me assure you that our commitment to that remains rock solid. 我们的罗森伯格主席非常的用心。有一次在他的半夜，我的白天，他跟我视讯通话将近讲了一个小时，这么认真的一个美国官员，值得我们敬佩，又为了我们台美之间的深厚的友谊，深厚友谊就是我哈，我叫友谊哈，深厚的友谊，给我这么样的大力的支持，我们再度给他掌声。可以听到呢，罗森伯格是说，其实他对台湾的印象是非常的好，那么他也支持台湾持续的提升自我防卫的能力，而美国和台湾的友谊呢，可以说是坚若磐石。那么侯友宜也说，他被征召以来，他最大的梦就是希望可以稳定台澎金马，那么他最大的梦其实也包含了就是台美的关系友谊持续的深化并且增进。那么以上是在华府最新，将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